有些选手他需要更多的支持，他才有机会从这个中间的选手变成顶尖的选手。你要用一个快乐的心情去参加，你才会有那个动力。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底前面那个人怎么下，所以我们会跟不上。是中立是一个很特别赛事，就是让平凡人可以上到国际舞台，能够达到了运动无限、人生无限的境界。